更自信了吧，而且像学习啊生活上也更有效率一些。锻炼是可以塑造你体格、塑造你性格的这样一个非常好、非常酷的这么的一个运动。大家不要想太多，一点点来，一点点接触这样的一个运动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打造你们梦想当中的身材。新手练习健美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对，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有很高的热情，但是可能去了两周以后就放弃了，这是不好的，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。然后就是最好的话，如果有好的伙伴的话，一定找到运动的伙伴和自己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，这样的话会更有动力。